嗨，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可乐姐姐 ABC。 今天可乐姐姐要和大家一起完成停车任务，帮助小汽车停放在相应的停车位上。预备，开始。警车沿着小路向左转，一路直行，右转进入旋转高架桥。真棒，停车成功了。小朋友，这是警车。警车 Police car。 警车 Police car。 预备，开始。救护车缓缓驶入停车场，顺利经过旋转高架桥。真棒，停车成功了。救护车 Ambulance。 救护车 Ambulance。 小朋友，这是救护车。哇，卡车开过来了。卡车乘坐升降梯进入停车场。卡车 Track。 卡车 Track。 小朋友，这是卡车。消防车开过来了，消防车乘坐升降梯进入停车场。消防车 Fire engine。 消防车 Fire engine。 真棒，停车成功了。小朋友快看，这是工程车。工程车Engineering vehicle。 工程车 Engineering vehicle。 真棒，停车成功了。最后一辆计程车开过来了，计程车乘坐升降梯进入二层停车场。它后退返回了升降梯，计程车要和汽车朋友们停在一起。计程车 Taxi。 计程车 Taxi。 任务完成，小朋友们，这些车辆你都认识了吗？让我们再看一次吧。